Xbox 里面哦，比较常用到它上面的文字哦，一样哦。那比较会有特殊说，有没有打勾哦？这边有个 boolean true 或者 false，如果有打勾，预设是 false 就没打勾哈。再来，如果说我今天呢是要变成圆圈圈的话，就是一个单选的状态呢哈，就必须用加入一个叫 group 当中才可以加入一个 group 哈。那这边的话就必须用一个所谓的那个 group 哈。才可以把这个变成单选。那第一个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多选的状态。所谓多选的部分哈，我也这个地方呢加入一个所谓的那个 checkbox，然后呢有分别一二三哈，名称的话自己可以定。那里面的文字哈，就是分别是这几个好了哈，哪一种 printer 哈，哪一种印表机。那最后的话呢，我就在这个地方设定所谓的大小。那当然，你可以用 size bounds 会比较简单，因为它的坐标哈，跟它的那个除了坐标之外哈，还有就是它的大小也可以去设定。它分别40位置往下60、80这样去调整。那还有就特别注意这个地方一定要加入什么呢？那个 set layout 哈，把它改成 null，就是重新排版，否则它的版面会乱掉哈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就加入这三个和这三个之后的话，那特别注意这边有个地方，就是我如果说有两个要打勾的话，那这边记得就是哈，在加入的这个参数里面呢，加入 true 哈，加入 true，也就是这两个是有打勾的，absent 跟 hp 有打勾，那其他这个就没有打勾哈。那这个状态的部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就把它秀出来，就像这样的一个结果，就是这两个打勾，那它的位置坐标刚好间隔就20哈，20。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做出来呢，像这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，比如说我除了说这两个之外，啊不，这三个之外哈，我还要再加入什么呢？底下有两个，但是这两个是单选的，就是二选一，不能够两，因为打勾是可以通通打勾的。好，多选。如果说我今天呢，希望加入这个是单选的话，那怎么做？啊，特别注意哦。刚刚的部分呢，假如不要动，那我要加入哪些部分呢？特别注意哦，我主要是加入两个 checkbox 这两个，所以呢，其实会变动就是这个地方。但是这两个啊，这两个加入进来之后有没有？我在这个地方哦，不去做 true 或者 false 的设定。另外还要再加一个部分，就是说我要再加一个 group，这个 group 呢就是把它变成单选的，所以在这边呢，我还要再宣告一个所谓的 group，好，叫 checkbox group，然后我给它一个名称，物件的名称叫 GRP，new 一个这个哈，在这里建立之后的话呢，后面都一样，差别就是说呢，这边也是把它 set 有没有，也是一样 set bound 哈，它的坐标跟它的大小都不改，就是往下就对了。那会有差别，就在底下这个地方，我必须要把四跟五加入到那个 group 里面去。那加入的方式就是说，在 set 这个啊，最后有个 set checkbox group 后面呢，加入 GRP，也就是把这个加入到 group GRP，我这个宣告的物件里面去就可以了。另外呢，我还必须要在这两个之间有没有？这两个之间呢，选一个是有什么呢？因为单选，如果说你没有选择其中一个，会变成没有选取的状态。所以我把第四个，它 set 它的 status 等于 true，就是说它是有被选取的。那其他都一样，好，最后把这四个通通加到这个 friend 里面，并且把它秀出来。那看到的结果呢，就会是这个样子。看到的结果是这样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你们特别注意几个细节，就是说状态后面加上 true。才是打勾的。那如果说单选的话呢，必须要加入一个什么呢？group，好，并且把它加入到这个 set checkbox group 里面。那选择其中一个，好，让它状态为 true，好就可以，让它状态为 true 就可以哈，秀出结果来。好，这里的话，我想你们试试看这一题哈。